东北季风路南，将露水溪底防备所拢架起来，徛伫个草湖一户人家厝顶头，看向露水溪方向，防备所都那参像海影，将红红林拢砍掉的。这个防备所啊，非常严重啦。哦，因为这每一位别位猎人看到惊啦，真正啦看到这个情形吼，真正看到会惊。咱这个防备所非常的大，啊，这个有关单位吼，我也有想办法要来解决，也毋过。拢总无一个好的计划出来，但这个徛家呢，一工你搁扫四五届嘛无效，啊，要安怎来防止这个防备沙嘛无法度啦，所以呢，永远嘛是爱想风想沙啦。芳村道路草湖段受到防备沙影响，就参像大雾共款，一片雾雾渺渺，徛伫天空顶，强烈风势，予人更加感受到东北季风所带来威胁。虽然河川局这几年来做了不少的定刷工程，不过拄到今年热天风台大雨冲刮，又搁破坏了地形，今年防备刷也比两年前较严重。有这个做这个植栽吼，咧种这个种草，也毋过因的后续的迄个维护吼，有种啊无维修啦，无来照顾，放互伊去种了水栽去。啊，所以即段算无看见。是有看的啦，但是无介水啦，无介水，嘿，无达到迄个效果啦。东北季风所带来风暴沙，将农作物含秋草，拢砍了一层纷纷的土沙。因花溪计居民做了特别好的门窗，也无法度抵抗土粉的侵入。虽然河川局用了真侪定沙方式，不过依照目前起沙情形，要真侪进步空间。记者李明干，彰报道。